希望知道到底哦，这个 WiFi 热点哦，是不是真的放在应该放的位置？是不是说最需要 WiFi 的地方，是不是真的都有 WiFi？而不要说把这个 WiFi 放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，可能不会有人去的地方，你还设 WiFi，反而大家都需要 WiFi 的地方却没有 WiFi，那真的当然就不 OK 了哦。那我怎么统计？其实蛮简单，第一个，你先把。